双方的亲戚朋友，以及我们的创价学会的会友们，大家中午好。好。然后我们的仪式呢即将开始了。那么首先呢，让我本身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婚礼的程序啊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的婚礼进行曲就是 Live。OK， 需要介绍一下吗？OK， 播放播放。大家中午好。好。那么在这个温馨甜蜜的时刻呢，我们呢就是热烈的欢迎大家呢，在百忙中陈雪晶女士、令佑南、吴来聪先生及陈亚香女士、令三元、詹美玲小姐的婚礼。那么在这个意义深长的婚礼呢，我们确信，这一对新人呢必定得到日本中的赐福。我经过这个6年半的半马拉松跑，我想半马拉松跑也不知道是谁追谁啊，给他们一个掌声，祝福的掌声。不过身为我们他的朋友的人哦，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。青年部呢，祝福他们共同建立一个幸福的未来，成为我们青年部的一个很好的模范。OK，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。Self to establishing a happy and harmonious family. 好，恭喜两位啊！这个新闻呢，就是在我们宣誓书上签名留念。我宣誓这个山盟海誓之后啊，我们在我们的见证之下，今后他们就正式成为夫妻。然后是夫唱妇随都好呢，夫唱妇随都好呢，都是一样的呢。好，恭喜你们！接下来由我们的主持人陈嘉明先生呢，代表 HGM 致这对新人祝福状。恭喜恭喜恭喜！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问李宗几季罢了，所以他的背景大意不是很清楚。李宗就和美玲是在协会认识的，他们两人是在协会支部活动，慢慢认识而了解对方，而慢慢触电起来。李宗是他是在2006年8月开始拍拖，到现在将近7年。还不错，他会认识几年几月啊，所以他真的很用心。5月5作为一个结婚纪念日，是一个永远会记得的日子。佛法上有说，能够结为夫妻的事是皆非偶然的事。从佛法的三世生命的法则来看，两人成为夫妻的缘分是早在9年以前便结成的。正因为是含有这么深厚的意义，所以更加要珍惜，互相珍惜，相敬如宾。
见之飞是弓之力，迎之流是龙之力，夫之业是夫之力。正如大圣人所教导，夫妻应该是不舍不离，会得到一本尊的守护。深深也有这样讲，妻子是人生的伴侣，同时应该是好朋友。既然是朋友，当然要互相帮助。丈夫也是如此，真正的朋友绝对不会在苦难面前私下逃走。哦，相信大家会感受到那种结婚的那种喜悦。然后这里面有娶了新娘还要去选政府。OK， 我抛到了啊。对，我们要拍照的可以跟我们今天这位新人美玲啊吕中一起合照。美玲，参加记者会，我去回答方教授。